咱中心讲伊找到警察挪用公款的人，啊，不过明明就是陷害我，哪有可能这么简单帮我算？我一定用尽所有办法来救你。那不是你大叔大姨母子出来，罗家凤嘛别走来威胁我。敢偷吃来敢吞啦！什么偷吃？刚讲子谦盗用公款，跟你有关的。到目前为止，台湾企业也未收到200亿的签约金，请陈总召来家己解释一下。三立台湾台天道。